那么讲到女生要漂亮，其实难免都要动一点医美手术。不过春节呢，打玻尿酸、隆鼻、修修脸，不要忘记要验明绿色跟红色的医美认证标章，才能够美得有保障。卫生署从明年元月起将会推动医学美容品质认证，依照动刀跟不动刀分为红色跟绿色两种标章。民众未来打玻尿酸、脉冲光，别忘了要认明绿色的标章。如果呢是要隆乳抽脂的话，就具有红色标章的医疗院所才有卫生署的挂保证。